哟，真早啊！嘿，早上不跑一下的话，就打不起精神来。嗯，那我们一起吧。莫西，你这哼的是什么？哦，是这次考核的曲子，刚刚拿到的。新的考核？那今天开始就要练这首歌了吗？不，实际上这首歌还没有歌词，因为这次的考题就是写歌词。这次就考这个？对，来听听吧。要我们来给这首曲子填词？那有什么主题吗？主题你们自己想就好。啊？这么随便的吗？哪里随便了？各队自己想主题，给曲子填上歌词，考的就是这个。嗯，好吧，硬要说的话，就是歌词得符合死亡的精神。符合死亡的精神，填词，啊，有点难啊。我还从来没试过哎。唱字乃本小姐的专长，这次的考题就交给我这个叱咤小说平台的文坛女王吧。不愧是玉泽，真是可靠，完全不期待这事。有期待一下。还有，这次的成果也会公开给应援者看，大家要用心哦。交给我吧，开工了，两位。啊，好。完全写不出。是啊，这样硬写也不会有结果，不如大家先分别从自身出发，想想该写些什么吧。说的也是。哦，你去哪儿？哦，我出去动一动，稍微调整一下心情。所谓的死亡是什么？一直以来，我因为不想走父亲给我定的路，凭着这口气才到这里。好像确实没有深入想过死亡的本质。骡子，考题哦。啊，哟，来练习吗？这有干劲啊。我的体能远远不如伊莎贝拉，增加训练是必须的。伊莎贝拉？你想赶上那台永动机的体能？不太现实吧。啊，对了，这次的考题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呢可是完全摸不着头脑啊。进展顺利，因为我和伊莎贝拉已经不再迷茫了。这样啊，感觉你变强了呢，卡蒂亚。我能变强都是罗兹的功劳。因为我是你教会了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哎呀，那啥，我只是说了些自己的想法而已。罗兹，你舞跳得很好，责任感又强，而且帮助朋友全都是发自真心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样的罗兹一直是我憧憬的对象，也一直觉得赢不了你。太夸张了，说不定现在会输的人是我。没错。因为我们在追梦的觉悟上已经拉开了差距，经历了那场失败，我懂了很多，然后才有了今天，所以一定会赢，然后成为死亡，这就是我对你最好的报答。觉悟上的差距。
了我的 sunshine， 只为有一天能张开翅膀飞翔，远在天际的梦想，紧紧抓住心中那份期望，绝不回头向前闯，大步向前，我们的歌声一定能飞到世界另一边，这份思念心中的你。